嗨，各位朋友好，我人在这个圆山乡的结头份，这个一个河岸的风景区，河岸的小公园，这里可以很刚整理好没有多久，好像有没有？你看这里有一个小广场哈，这里可以跳舞啊，可以那个练习萨克斯风，这里可以团聚哈，就是我刚刚看了这个那个面积哈，可以容纳100个可以哦，然后它是一个那个合体步道，然后前面有一个凉亭，结头份就是这个这样子，我有看到石头的，有没有看到那个定格结头份好，然后这里有那个说明牌子说明，好定格所以还不错的一个地方哈，这里喂这里正确名称叫做结头份文化广场等一下我用拍照片的可以看比较清楚这里有原来是歌仔戏的发源地啊所以它这里做一个类似一个小广场那我经过这里我就来试吹一下还不错这里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公共厕所然后没有那个雨棚，就是下雨的时候就比较麻烦如果大好天气这也是不错的一个户外广场就是没有饮水设备跟公共厕所是这里比较一个缺也不算缺失啊，因为这户外的大家可能就自己解决想办法了不错一个环境。那我刚刚在这个凉亭这边刚刚我就在凉亭这里休息一下，然后就吹起萨克斯风练习一下你看这个凉亭造型也不错然后最主要是它有一个那个步道这样然后再可以，我刚刚有躺在那个草地上的感觉还不错，嘿嘿，就蛮舒服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景致，让介绍给大家知道结头份那个文化广场户外的，谢谢，可以善加的利用这里可以来户外办活动。